虎扑7月27日讯，皇马今夏允许 C 罗以1亿欧元的价格离开。但是巴塞罗那方面认为，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梅西身上，那么他们的表现和反应会有所不同。巴萨发言人 Josep Vives 在周四的时候谈到了这一问题。我无法想象梅西离开巴萨的场景。Vives 在球队的北美季前赛上告诉记者，我已经感到紧张了，因为有段日子梅西没有在队里踢球了，梅西处于度假中。我无法想象梅西离开我们的事会发生。该发言人还解释了为什么巴塞罗那女足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坐在经济舱，而男足则坐在头等舱的事。我们很遗憾因一个简单的问题引起了争议，当俱乐部租用航班时并没有料到女足会和男足一起出行。Five 继续说道，当时座位就只有那些，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的飞行还是很舒适的。在回国的航班上，所有男女足球员都会坐头等舱。我认为俱乐部应该重视女足运动，我们已经让女足球队更加专业化，我们想让他们成为欧洲的顶级球队，我们正在许多领域为平等而努力。我们认为在这样的问题上引发争议，像是在试图攻击我们。周三晚上，巴萨新援马尔科姆在波特兰重新队友们会合。Vives 还解释了为什么他对这名边锋的签约方式并未感到遗憾。我们对这次签约表现得非常冷静，我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Vives 说道，各方都达成了协议，我们不会因签下一名有天赋的球员而感到内疚、编辑、腰烦。